就是纳克的摩登街车迷日奈，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打爆最佳外挂的影片。估计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个新外挂能有多强，这样连职业选手五排也打不过，而你打过了，你是不是比职业选手还强？当然不是这样，这一把我能赢很大一部分是靠运气，队友会玩，对面不强，诶，那个外挂很菜，也验证了一句话，外挂都是菜鸟，但凡有点实力也不至于开挂。接下来说一下这个外挂强在哪里，无敌又在哪里。它的原理很简单，就是随机抽取一名匹配的对手，让他元气挂机，无限重连，失败者本身网络没有问题，聊天软件能用，抖音也可以刷，但是无法连接游戏。我们都知道对局中少了一个游戏的一个人是很难打的，在之前他们五个外挂是无牌的，所以没有输过一把。大家可以想一下，对面五个人全体挂机，再怎么菜也能赢，对吧？所以说是最强外挂，无论对面五个人技术有多强，无法操作也没有办法。看到这里，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外挂有多强了吧？希望大家在评论区交流一下。不过也不用太担心，除了先行服以外的服务器，目前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外挂事件。另外，在第一波对面打野直接翻我的蓝 buff 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了，这个亏的是开图的，也就是透视。我给大家分析一下，一个奎伦打野一起出去的时候没有视野，他是怎么敢翻对面 buff 的？可能有人会说他只是碰巧，那么他一直在原地打转是为什么？夜开图透视，知道我在草丛里蹲着，这下大家应该都很明白了吧。然后在官方游戏群里面发现这个人不仅黑网开图，而且还开了自秒，可以说是非常的无能了，能开的挂都被他开完了，还打不过，他还玩什么游戏？手机上撒一把迷你机的左右都比他好。好啦，吐槽就吐到这里了。本期的严重的出装魔纹和以前版本不一样，唯一变化的就是奥义，红色带十个觉醒，绿色十个龙爪，紫色十个夺萃，整体来说手感很好，伤害高，续航很棒，缺乏的移速可以用二技能的加速和全能的被动来弥补，逆风的话就好好发育，有一定的经验就可以翻身了。好啦，基本就是这个样子啦，最后点赞和分享。接下来是打爆不要脸的开挂仔，我是杰森迷人奈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啦。再美丽的画作也不及盛装一缕余晖，犯了事还想跑，
昨日之念。